可不可以看了一下？刚刚我调好了，结果你把那个弄进来，就破坏画面了。哦，真的，这样画面很那个脚架都进来，这样不好。那没关系。不是，可是因为你已经在讲了，它破坏画面了，这样。来，那等一下啊，所以我要再调一下。没关系，那我直接调好了。你因为我是不是你退后？因为声音的问题。那怎样？我声音其实还蛮大的，没有上次的时候声音没有好，真的。哦，对。那我现在可能坐前面一点。现在。我还没调好，不行，不行，你应该退后一点，更靠近，对，因为你这样我的脸被截到了，我的椅子要退后，不是你椅子要退后，收音不到，这样吗？你把它那个镜头往你那边放，不是往我这边放就。不行，会弄到这个。对呀。